喂，刘姐，啊，为什么要叫停啊？什么叫形象颠覆啊？啊，咱们不是说好的吗？杂志，什么杂志啊？什么情况？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杂志，熟人介绍。什么狗屁熟人呀？这拍的是什么？拍的什么呀？这是。这一期的主题是诱惑，人家策展人说了，说我可以表现另外一种诱惑，没胸露了就露屁股的诱惑。不是，人家这是艺术照，而且人家给的价格挺高的。夏梦，你是在跟我装傻吗？这是什么杂志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你以前连泳装广告你都不拍，你现在拍这个，我还老说乔安娜喽，我打脸呢我。你是觉得我丢脸了是吗？就是这意思。我怎么了？我一没偷，二没抢，我凭自己本事挣钱，就算有点低俗，我也不觉得丢脸呀。夏梦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我已经不是以前的夏梦了呀。你要是觉得接受不了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还急了啊？你还走？还急了？